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五级应用数学的顾毅啊，我在利物浦大学读书，我住的地方就是 Cathedral Campus， 然后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房间，这就是我的房间，然后房间非常的大，我的书桌，这个书桌非常大，能够摆放很多东西，书桌上面还有很多的插座，书桌上面有很多的柜子，这个柜子很大，足够我把所有的像杂物啊或者衣服都可以放在里面。能透过这个窗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教堂附近的景色，每天早上都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景色。这个衣柜非常的大。现在来到厨房，首先厨房非常的大，然后设备很新，有一个很大的冰箱、微波炉，还有烤箱以及电磁炉。这是我们 house 的外景，现在我们去 reception 看一下。How can I help you today? 平常我有什么问题，我就会到这边来。这里就是我们的 laundry room， 这里的洗衣设备非常的先进，然后你只需要下载一个 APP， 你就能从手机上知道是否有空位，然后何时能够洗好衣服。我们去学校的时候，路上我们就能看到教堂的景色。这边就是我们的大门，然后 Cathedral Campus 有24小时的保安团队的监控，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的安全。这个里面是只有住户可以进入的。经过这么几天在 Cathedral Campus 的生活经历，我还是觉得 Cathedral Campus 非常的不错的。然后今天就带大家领略到这里，拜拜。